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现在的时间是2019年12月26号上午的8:30，我现在是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的北门。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我们也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一下啊！现在这个队伍排的已经非常的长了。因为今天这个日子比较特殊呢，所以说这个开放时间呢，下午又增加了2个小时，从2点钟到4点钟啊，平时下午是不开放的。毛主席纪念堂正常的开放时间是每周二到周日上午的8点到中午的11点半啊，下午是不开放的，周一是不开放的。但是今天呢，下午增加了是2点到4点啊，增加了2个小时。现在这个队伍已经排得非常的长了，我们拉一下镜头。好，我们沿着这个队伍啊，给大家拍摄一下啊，看看这个队尾在哪里。这个人是缓慢的前行。今天北京的天气还不错啊，今天的这个温度还挺高，好多是旅游团队啊。平时的开放时间就是每周二到周日的上午，下午不开放啊，周一不开放，遇到有特殊的安排的情况下也是不开放的。现在这个太阳的光辉刚刚洒满整个天安门广场，再给大家环视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沿着这个队尾来看一下，最高峰应该到9、10点钟。现在这个队尾已经排到了，沿着东侧啊，已经快到了最南端。待会儿人会越来越多，奔这个方向去的都是找队尾排队的啊，朋友们。这个里边是不让拍摄的啊，照相机、摄像机，包括饮料之类的都不能带入的。这边是东门了。好，这个视频呢，我们先拍到这里啊，朋友们，待会儿我把包存了。然后也排一个队。好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